不仅仅要看收支这一栏，还要知道存货的周转、账款的周转、现银的周转，还有总量的周转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怎么了？少奶奶，徐二的人带话来说，一小姐难产，生了三个时辰，孩子都没生下来，现在雪崩了。她，我说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程毅，孩子没抱住。一妹妹，嫂子，是我爹来了，嫂子。原谅我，一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跟你赌气，和以前一样，一样。和从前一样，嫂子，你的针线活好难看。一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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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，你知道救我的人是谁吗？嫂子，老大人什么时候来提亲啊？在西院的大门口了，是真的喜欢我吗？赵大人对你也是一见钟情。Thank you.
大哥。大哥，易妹妹的很多事情还等着你拿主意呢。我倒没有什么主意，一切都用最好的。他在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最好的，只有……大哥，你也不要太悲伤了。一妹妹走的时候，她脸上是挂着笑的。她跟我说，她很高兴，因为有你。我给过她的很少很少。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，但是我现在唯一记得的，只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开心。他做了新菜，总是第一个给我品尝；有了心事，也是第一个告诉我。说，他最崇拜的是你，武艺高强，自由自在。他最羡慕你跟吴聘的恩爱。我真傻，我念念不忘那些悲痛的往事，直到他不在了，我才发现。其实那些根本就不值一提，我真正忘不了的只有他的好。我应该早点放下过去，早点原谅他，早点来看他。不怪你，谁都没有想到那么突然。我还以为我和他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去找回从前。我也以为我跟他还有一辈子。人生无常，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。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。